刘亦菲近日现身机场，穿着朴素，还戴着墨镜和黑帽，让众人都认不出来。而网上就传出一段当时的影片，只见刘亦菲身旁有好几名保镖，并有一些粉丝冲上前拍照，但大部分路人都不知道是谁。有网友就在网上好奇询问这是谁呀，而许多人一眼就认出，天哪，是神仙姐姐，是刘亦菲。网友得知后纷纷崩溃直呼，竟然是刘亦菲，我与神仙姐姐最近的距离，从我身边走过我都没有认出来，我恨。另外也有人还原当天现场，因为刘亦菲穿着宽松运动服，还戴着墨镜遮住大半张脸，难怪除了粉丝之外的人会认不出来啊。Bye.